先开经本，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24年最后一首偈看起，续佛执法者，若一若有两，经法稍稍替，当佛何事乎？前面我们讲到这首偈，这首偈里的教诲意思很深，我们要能够细心去体会。佛与阿难对我们期望的是些什么？课题上讲得好啊，弘少啊，弘扬佛法的人太少了，所以乏替了，乏就衰了。啊，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希望我们发心弘法，把正法了发扬。广大说话的意思在此地，但是要怎样把佛法复兴起来，用现代的话来说，必须要做自我的牺牲。前面我说了，不能不选择道场，不能不顺从佛陀的教诲，这重要的原则。佛教我们把道场建在哪里呢？阿难若处，这我们在佛经上常看到的，阿难若是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喧闹啊，阿是无啊，难若是热闹的地方，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这些热热闹闹的干扰，要选在这个地方。那么从前的标准，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那么住在乡村里头，乡村农夫都养牛啊，牛叫的声音这个地方听不到，就很清静了，用这个做标准啊。环境影响我们的心情啊，这是凡夫，我们还不能转境界，能转境界就无所谓了，就不怕他了。不能转境界呢，那你就要知道我们会被境界所转啊，我们决定要避开啊，避开繁华热闹，住在深山里面，人迹罕至啊，一般人都不愿意到里头去的。选择这些地方建道场。如果我们今天建一个道场，唯恐别人不来，还要开个马路上去，还要搞个缆车上去，那就坏了，那你就把道场毁掉了。
啊，在现在这个时代，至少要叫这个到山上来、到道场来的时候，要他走路，啊，至少走一个小时。啊，那再少的时候呢，就半个小时，不能少过半个小时。他要不能走半个小时的路，你就别上来嘛。啊，不能把车把你送到门口啊，那像什么话呢？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我在1977年，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师，圣依法师。我们中国大陆对他老人家很熟悉啊。啊，他在改革开放之前两年，就在中国大陆，啊，到处啊布施，帮助内地建道场。啊，我听说内地的我们佛门四众弟子叫他做财神菩萨。生活非常清苦，啊，过去清净虚云老和尚，有老和尚的遗风啊。他在大屿山的后面后山建了个道场，宝林寺，啊，宝林禅寺，他是参禅的。啊，大屿山有一个大的道场。是观光游览的圣地，宝莲寺。啊，宝莲寺热闹，香火鼎盛呐。他这个庙建在宝莲寺后面，没有路。啊，车没办法走，一定要走路，大概要走40分钟。他不开马路啊。啊，他来给我讲，我赞成啊。我说你做的完全对了，正确了。那个时候有40多位参禅的学人跟他学，他有个禅堂，每一天呢还按照时间坐像。我看了很感动。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走过许许多多地方，看过许许多多道场，都是热闹道场。没有看过一个真正修行的道场，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大开眼界，今天看到一个真正修行道场。我对这个法师非常尊敬啊。啊，他今年80岁，啊，大我5岁。啊，我们的交情非常好。这个就是懂得选择道场。住在山上的人，许多都是住小茅棚，啊，因为他的庙不大，人多了怎么办呢？就附近搭小茅棚，一个茅棚住3-4个人，啊，在禅堂里面共修，啊，茅棚都是自己搭的，在山上就地取材。哎，茅棚搭上，地是泥土地，不是水泥地。是我想象的是，我们在60多年前在家乡。啊，我10岁、9岁离开家乡的，那个时候情形还都记得很清楚。我们乡下人住的房子住茅屋啊，茅草屋啊，这草屋啊。土墙啊，都是自己建的。那个茅屋住起来真舒服啊，冬暖夏凉啊。啊，我们土墙墙筑得很厚，啊，大概总有1-2尺那么厚的。啊，茅草盖的是冬暖夏凉。啊，住茅屋，现在呢，
我回去一看呢，茅屋没有了，后院都是砖瓦的房子了。这看的是农村呢，富裕起来了。那我们出家人呢，最好还住茅屋啊，住这个小茅棚啊，小茅棚住起来，实在讲要诗情画意呀。那是人生很高的享受啊，不一样啊。这是道场的选择。啊，我们希望真正发心、真正修行的建道场，不要开公路。至少走路要走半个小时。你到这个地方来，表示你有一点诚意嘛，真心来求道嘛。车开到大门口下车，一点诚意都没有。生活要朴实啊，所以从中国大陆有一些同修到我们居士林、到净宗学会啊，在这边吃饭的时候，吃完之后上来给我讲，法师，你们的伙食太好了，这么多菜啊，确实啊，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主人，我是来做客的，客从主便啊，客人们一定要随顺主人，主人的盛情接待啊，我们也接受了。啊，主人外国人也是好心的啊，现代化了啊，也体现出新加坡是个富裕的国家啊，欢迎大家到此地来啊，接待都接待得很好啊。那么现在就是住宿的地方差一点啊，居士林现在正在建大楼，听说建好之后宿舍可以容纳400多人啊，居住的环境呢就改善了。住得好，吃得好，人就不想走了，也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不错嘛。佛在经教里头一再给我们提示，以苦为师，释迦牟尼佛自己给我们做出样子啊，你看他老人家日中一时没有信徒接待的时候，树下一宿，财产3衣1钵，什么都没有啊！这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万缘放下了，真的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印度天气热，3件衣服足够了。啊，那我们现在人讲的时候，这3件你换洗怎么办呢？从前真修行人没有听说有洗衣服的。啊，没有听说有洗澡的，不要说别人，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一年洗一次澡，啊，恐怕他衣服都不换的，衣服也不洗的，
从来哪有洗什么衣服啊？啊，衣服脏不脏呢？看到的样子好像是很脏，那个领子油垢得很厚。可是你闻闻呢，莲花香味。啊，为什么身清净啊？他身上放香啊，这修行有功夫啊，境随心转呢、啊。我们三天不洗澡，身上放臭气啊，人家放香气啊。我们要认真去反省反省，啊，细心去观察观察，他吃什么东西。为什么身上放出来是香的？啊，我们吃很多好东西，尤其是有钱人家，啊，什么样的补品天天不断，放出来气味是臭的。啊，我们学佛，佛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叫我们这样学。就对了，道场的兴旺不是香火鼎盛，不是徒众很多，诸位一定要记住，什么叫道场兴旺呢？这个道场修行正果的人多，念佛往生的人多，真的往生了，这叫兴旺啊！啊，几百人、几千人乱哄哄的，一个都不能成就，这道场衰相啊！阿难尊者感叹的是这桩事情啊！啊，如果一般人讲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的道场，比释迦牟尼佛兴旺太多了，释迦牟尼佛道场哪有这么大，哪有这么多人，哪有香火，哪有这么盛、啊、以为我们是超过过去祖师大德，超过佛陀在世，一个往生的都没有、啊、都是搞的名闻利养、啊、都是在一起勾心斗角，造罪业啊！出家人还是争名夺利呀、啊？这成什么话呢？哪里有道心呢？啊，经法稍稍提，就是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要懂得，每一个人都要懂得，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修行，才能如法。啊，你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怎么能够做到如法？所以执法的人呢越来越少了、啊、我们看他的行持就知道了，现在这个世界、啊、所谓新兴的文化，那个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鼓励贪婪啊！去年此地早报还有一个整版的一面广告，这一面呢就写了这么一句话：贪婪是社会的动力，怎么得了啊，好像今天社会的进步
科学技术工商业的发达靠什么呢？靠人的贪心呐、贪呢决定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今天父母教小孩，从小就教他要竞争呐、你不能输给别人呐、输给别人将来你在社会上就不能生存了，这还得了吗？想想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小孩忍让，现在是完全180度的转过来，竞争，竞争到最后斗争，斗争再发展战争，战争发展到世界末日，地球的毁灭，新文化的路是走毁灭的道路。佛菩萨古圣先贤教导我们是一条生路啊，真的是光明大道啊，现在没人走啊，要走黑暗的途径。黑夜里头去摸索。干这种苦事。我们一定要明了佛陀这种教诲以身作则，特别对于这些贪婪的众生，你贪我不贪，你争我不争，你说不竞争在社会上活不下去，我不争活得比你好，让你自己好好的去反省，我绝不竞争，绝不斗争，我活得比你快乐。我们要做出样子给他看，然后让他自己觉悟，不竞争，不斗争，也能活得下去。如果你要明了因果，这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一生当中那一点福报不是你竞争得来的，也不是你斗争得来的，你怎么得来的？你前世修的福，这一世你又有缘分，你的福报就现前了，是这么来的啊。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这是讲不通的。佛的经论讲得太好了，人的财富发财，怎样才能发大财呢？财富的因是财布施啊，你不修财布施的因，你怎么会得财富的果报？今天我们看到世间人发大财的，亿万财富的，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修得多啊。他这一生无论干什么事情，那是缘，他都发财。我们前生没有修财布施，他把那个生意让给我，我去做，做几天舍本了，赔掉了，不但不发了，赔掉了。为什么？命里头没有嘛，就这么个道理啊。聪明智慧是果报，
法布施是因呐、啊，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布施是因。啊，所以佛教人，你要想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你要修财布施、法布施、无微布施，这才是个真理，这是真话啊，绝不是斗争啊，欺诈别人，你能够发财？没有这回事情啊，那是折损自己的福报。啊，你造作恶业，恶业是折福折寿啊！现在人没人听得懂，也没有人肯讲真话了。啊，看到世间人竞争，出家和尚也竞争；看到世间人骗人，出家和尚也骗人。这成什么话吧、啊、佛法何以衰微，原因就在此地、啊、经法稍稍提、啊、佛弟子不能依教修行，不能弘扬正法，佛法当然逐渐逐渐衰灭了。佛法的衰灭，佛弟子没有尽到本分的责任。稍稍剃，剃就是废灭啊！佛法在这个世间被人家废弃了，灭亡了。现在是这个社会上一般人轻视佛教，轻视出家人，出家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呀、啊！谁瞧得起你？谁尊重你啊？这是佛弟子的奇耻大辱，这个耻辱自己招来的。佛法衰灭了，实在讲呢，出家人不修行了，出家人不懂得经教了，出家人胡作妄为，一切众生呢靠谁？啊，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仔细观察，法变质了。啊，你讲正法，他说邪法，邪与正。一定发生冲突，人家立刻毁谤来了，障碍来了，侮辱来了，陷害来了，你怎么招架？法从这里灭的，佛法灭了，出家人不再修戒定慧了，一切众生在这一生转迷为悟、转凡为圣的机会也没有了。阿难在此地感叹呢，当佛何时乎啊，这些苦难众生呢要依靠什么？
所以，由于这么一个原因，阿难才求佛住世啊！啊，愿为一切故啊，未可取涅槃。再看后面这一首，啊，这一段一谤重罪，一是对佛法怀疑，对佛三宝的毁谤，这个罪重了。佛恩非不大，罪有众生故，发故正三千，如何不得闻？我们看阿难这些言辞，真的字字句句血泪之言啊。因为众生罪业太重了，所以六根被业障障住了，愚钝而不明，佛恩德之大，就是说法度众啊。如果不说法，佛对众生就没有恩德啊。不但说法，还表演给大家看，啊，人都愿意过富裕的生活，为什么佛陀要受那么样的辛苦？啊，佛是有能力过富裕生活，王子出身呐。即使出家，啊，他的父母也可以给他盖一个像皇宫一样的寺院呐。也可以享受宫廷那一种富裕的生活，他为什么不要？他不是办不到啊，轻而易举就办到了。啊，为什么要树下一宿，每一天出去徒步，做给我们看的？用意在哪里呢？断烦恼习气，啊，断贪嗔我慢啊，目的在此地。凡夫的业障太重了，根就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我的利益，这一个根要不能拔除，就会造成佛道永远的障碍啊。我们知道学佛的同学们，每一个人善根福德都很深厚啊。我们学佛不是从这一生开始啊，过去生生世世都在修学。为什么现在还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自私自利啊，没有放下，
生生世世修学都不能够入佛境界。都没有办法修行正果。正什么果呢？最低的果报，小乘须陀洹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我们都没证得。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证得呢？经论上讲的太多了，一定要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等尽，才能证得初果啊！八十八品见惑头一个身见，就是自私自利，头一个，头一个不放下，后面就别说了。我们的亏就吃在这里啊！现在这一生难得了，遇到正法了，假如不把自私自利放下，那就跟过去生中一样，跟佛结个缘而已。佛法里面成就一寸一尺都没有办法迈进，这是事实真相啊！大乘法里面教导我们，起心动念不要为自己，为众生。不起心动念则已，起心动念想到一切众生的幸福。不要想自己啊！自己苦一点，众生得福报，好事。我们看了欢喜，看了开心。自己如果不能放下，享受五欲六尘佛福报，你说法没有人相信呢。为什么？你讲的是一套，你做的是另外一套，你做的跟你讲的相违背，谁相信你啊？是佛菩萨做出来跟我们看，他所说的，他完全真的做到了。我们佩服，我们赞叹，没话说。仔细观察，他的生活好，生活真的快乐。我们世间人的这一点，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你要知道，你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得不偿失啊！付出什么样代价呢？迷失了自信，把自信里面无量智慧向好换成眼前一点物质享受，等于是说啊，你拿了万两黄金啊，换一点糖吃啊！我这个比喻不过分呐、亏吃的太大太大了。这个地方只要能够稍微忍受一点，你才晓得佛菩萨的生活是大自在，真快乐。何以故？你问问看世间人，哪一个人没烦恼？
哪一个人没有忧虑？哪个人没有牵挂？哪个人没有恐怖？佛菩萨过这种简单的生活，他没有烦恼，他没有牵挂，他没有忧虑，他没有恐怖，你说这个多快乐，真得大自在啊。做大官，做国王，做总统，出了门，许许多多保镖保道，好像是挺威风的，不自在呀，没有人保护，有人要杀他了。哪有我们这样随随便便哪里都可以去，不需要一个人保护吧，没有人伤害我们吧。你说我们自在还是他自在呢？我们幸福还是他幸福呢？细心一观察，那个不自在，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佛教我们过真的真人生活，不要干假的。世间人所需求的我们通通放下，我们所求的世间人不知道，他不要啊，我们要真诚，他不要真诚啊，他要虚伪，他要欺骗，我们要清净，他要污染，我们要平等，他要高下，他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要慈悲，他要自私自利啊，所以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对他利害啊，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学佛，与人无争啊，与事无求啊。你争，我让你。你要我给你啊，我的自在你得不到自在啊。所以佛不但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以身作则，这个恩就大了。超过父母啊，父母对我们是养育之恩啊。佛菩萨的恩德了，是成就了我们化身慧命啊，破迷开悟啊，是得自于佛菩萨。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细心去观察啊。底下一句说罪有众生故，众生妄想执着，自己画小圈圈来束缚自己，各立了圣人的大道啊，这个错误了啊！这是什么呢？罪业。由于众生自己造作的，自作自受啊！佛菩萨不画圈圈。佛菩萨不分你我，
不分族类，也不分宗教，对于一切众生真诚平等。小圈圈是怎么画成的呢？妄想分别执着就画圈圈了。妄想画一个圈圈，分别在那个圈圈里又画一个圈圈，执着在分别的又画，越画越小啊，画到最小啊，夫妻两个都不能相容。再画到小啊，自己一个人也无缘无故发脾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个四相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我们这个周边呢，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人无缘无故自己发牢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他还能容忍吗？这是罪业深重的现象，不能跟大众相处。他听了佛法，也知道看破放下好，也很想看破放下，偏偏境界现前呢，老毛病又发了。这个要知道，自己造业，自己受报啊！障碍了执法的机缘。下面阿难很感叹地说：“法鼓震三千，如何不得闻？”法鼓是形容。佛说法的音声呢，就像鼓的音声圆震啊。三千是三千大千世界啊，实在数啊，这是跟你讲真的，极其微细的震动。我们讲心理，不要去讲物理。心理很微弱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可是这一极其微细的念头立刻就传播虚空法界十方诸佛在他那个地方他就收到了，就接收到了。同样道理，十方诸佛讲经说法，24小时没有一分一秒间断。为什么我们听不到？我们这个六根呢故障了，这身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像一个收音机像个电视一样故障了，收不到了，收不到啊。不是他的这个音声没有到我们这个地方，到了。我们本身有故障，眼看不到画面看不到，眼有故障，声音听不到，耳有故障这个故障在佛法里面叫做业障。业障如何突破呢？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呢？我们看虚云老和尚的脸谱，
那里记载的不是假的，真的。啊，虚老和尚常常打坐，不知不觉就入定了。啊，一出定呢，大概都是一个星期十来天。他曾经说过，在殿中啊，他到了斗率天，听弥勒菩萨讲经说法，啊，参与弥勒菩萨的法会，啊，他坐在前面座位，还看到几个同伴，认识的，啊，几位老法师已经往生了，看到他们还也在坐。这是什么呢？这就说明影像他坐在那里如如不动啊，影像他接受到了，音声他也接受到了，确确实实啊，法鼓震三千呐。所以我们要晓得，十方诸佛菩萨无时无刻不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色相、音声、周遍法界，何止三千呢？虚云老和尚有能力接收。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大，啊，他能够接受三千大千世界之内的，三千大千世之外呀，没听说他讲过。靠什么？清净心。禅定就是清净心呐，啊，《坛经》六祖慧能大师教给我们的，什么叫禅定？他讲得好，啊，什么是禅呢？不为外境所转。这叫禅。什么叫定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定。我们在学这个功夫啊，他们用打坐的方法，我们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用阿弥陀佛的方法修禅定，佛在大集经上赞叹了，念佛是无上深妙禅，这个话是世尊在大集经上说的，啊，可是你要会修，你要是不会修，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胡思乱想，那就完全毁掉了，那你不是在修禅定，你就不是念佛了，啊，所以念佛要怎么念？觉明妙行菩萨教给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你看看是不是深妙禅？无上深妙禅呐，啊，不需要坐在禅堂啊，行住坐卧都在禅定当中。六祖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佛在《金刚经》上教给须菩提尊者的。
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我们就恢复了能力了。啊，诸佛如来讲经说法了，我们这个机器灵光了。啊，现场的这个色相我们能收到，我们能看到。说法的音声能听到。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要练功夫。啊，练什么功夫呢？不着相。不是六根不接触外头六尘境界，那不接触你到哪里修？接触里头不着啊，要记住三皈依的原则，不迷就是皈依佛，不邪就是皈依法了，不染就是皈依僧了。三皈依是教给我们修行总原则，眼见色，不迷于色。啊，见色没有邪念。啊，没有污染。污染是什么呢？好恶。我起了喜欢的心，讨厌的心，被污染了。没有好恶。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觉就不迷啊，清净就不染啊，平等就不邪啊。吃饭要知道修清净平等觉啊，绝对不会被饭菜迷了啊，起心动念了，迷了。啊，饭菜里面挑剔，邪知邪见，邪了。啊，起了好恶的念头，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被污染了。修行在穿衣吃饭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六根接触外头境界，你记住，不迷不邪不染，真修行啊！念到有一定的功夫了，烦恼轻了，智慧长了，境界就转变了啊，诸佛如来讲经说法，这个境界能见能闻，证明法鼓震三千呐！啊，如何不得闻呢？那是罪有众生故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